所有在场的朋友，即将在这一刻，我们就要来做进场的阶段。首先呢，一开始今天要来到会场的格西兰蓝空南方，来自新北市的三重的南方主婚人。所有在场的贵宾，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先生、刘天柱先生以及夫人进入会场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善待他，谢谢你。
希望两位百年好合，然后一辈子牵手向前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。爸妈请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两位的，请放心。就放手了，所以这一刻真的已经把手来交接完成了，交出了手，两个要来交换人生的舞台位置，所以呢，先面对这一刻啊，我要非常感激感动的一刻的心情。好，我请我们的新人深深的一鞠躬，谢谢你的父母亲尽力。新人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新郎新娘进入会场。